会宁时间，法老纳克塔内波祈祷像 Statue de Nakhdoheb en prière。从卢浮宫的虚拟馆检票口进入，穿过卢浮宫城堡遗址，我们在前面第十七集专门介绍过，然后又从大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前经过，我们在十八集介绍过，然后您就可以看到埃及法老纳克塔内波的雕像静候您的到来。它表现的是纳克塔内波在祈祷，他跪坐着，双手放在腿上，表情肃穆。雕像底座上呈现的是古埃及象形文字。法老是埃及学者对古埃及统治者的称呼，确切来说，纳克塔内波是公元前595年至589年的统治者，也被称为普萨美提克二世。现在这个雕像被保存在卢浮宫博物馆。纳克塔内波呢，是古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法老，他执政的时候呢，与各希腊城邦发展良好关系，取得了一定的政绩，也抗衡新巴比伦王国带来的军事压力。会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